登和杰弗里见了，杰弗里问约拿丹他是哪国人，约拿丹说他是美国人。约拿丹也问杰弗里他是哪国人，杰弗里说他是日本留学生。杰弗里说他很高兴认识约拿丹，约拿丹也是很高兴认识杰弗里。约拿丹问杰弗里他家有几口人，杰弗里说他家有六口人。他问约拿丹他家有什么人，约拿丹说他家有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、哥哥和他。约拿丹问杰弗里他有没有弟弟，人家也没有哥哥。杰弗里说他没有哥哥，但是他有三个弟弟。约拿丹问杰弗里他想不想他家里的人，杰弗里说他很想他们。